莎，今天呢，我要拍是大家都很希望我拍的其中一个影片。今天我不需要拍美食节目，这个是我的早餐，现在是下午3点钟。我原本今天答应我妈妈说我10点前会到家，结果我不小心把我的 alarm set PM， 然后我醒来的时候都已经下午了，所以这个是我的早餐。今天我要拍的影片是 house tour， 因为留言经常有人都说，哎，小爱可不可以看你的家？我觉得有点恶心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吃这个，我经常都在煮这个这样子来吃，没有办法，我们一个人住的人就是这样子的，太好吃了。其实是我的。吃好过后，我就会介绍大家给大家看看我自己住的地方，是我自己住的地方，不要再给我留言说，哎，这不是谁的家，这是我自己住的 ，OK？ 因为我觉得它的环境真的很美。很快，现在已经吃饱了，我要带大家去厨房啦。所以这里是我的厨房，对，我厨房有一点乱，冰箱。里面呢有一些啤酒、汽水、面膜啊，跟我平时吃的东西。这个微波炉里面整个是烧焦的味道，因为我昨天不小心叮焦了我的面包，因为我就想叮一下面包热热吃，结果就我不小心听歌听到太投入，结果它就烧焦了，然后整个房间都是烟。这个是我刚刚煮的东西，还没有洗的，然后这里就是我放碗调味料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放 money 的食物跟一些垃圾袋等等之类的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楼下的厕所，不知道厕所有什么好看呢？ House tour 真的是一个很闷的影片，没有关系，有美丽的我。整个影片从20分变到100分。之前妈咪在的时候，整个放的是妈咪的味道。这里呢就是妈咪的东西啊，洗衣粉啊，然后这个是厕所哦，马桶应该没有什么好看的。现在这里来到的是专辑啊，然后那边有 Ribbon 的，这边有 Musica 的 ，NBI 集团，然后跟那个爱新年 E Music 的。所以我的客厅呢就长这样，它就是简单的一个沙发，然后这边有个电视机，然后这边有个女神，看到女神吗？然后这边还有狗骨头，这是之前给 Money 咬的。这个就是外面啊，拍给大家看呢。哒哒，好亮，算了，关起来。所以这里就是我的客厅。这里呢就是我的工作玩游戏的地方。我本身呢现在目前有3台电脑，一个是做直播的，然后那是我的电脑，然后就是我的椅子，然后我那边还有一个 MacBook， 然后这个桌子呢，我平时是好像我放工回来或者是一到家的时候，我就会把我东西都丢在这里，这边就是我放东西的地方啊，就是很乱的。然后这里呢就是我放书的地方，还有放一些器材的东西，就比如说我的相机那些我都会放在这里，因为我是一个蛮纠结的人，这个地方放这个东西就是放这个东西，不可以再放别的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就对了。还有我的垃圾桶很乱，等一下我就要倒垃圾。所以现在这个呢就是鞋橱，我的鞋橱里面是没有鞋的，就一双罢了，因为我的鞋子都放在车上。所以我现在已经到了楼上，你看我楼梯是特别特别高的，可以从这边看下去的，你看，噔噔。对，这个就是我的床。我这个整个屋子的设计呢，它是非常高贵优雅，跟我完全有一点不符合。我朋友进来他们会，小爱，为什么你会喜欢这种的？就是因为这种感觉它是比较像 hotel 的设计，然后他们就以为我会是喜欢那种粉嫩粉嫩的感觉，非常遗憾，我就是喜欢跟我比较不符合的一个，对，所以大家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的房间，那个就是衣橱，这个就是我的化妆台跟那个小桌子，还有我的大床。这个床呢是 king size 的，其实应该是2个人睡的，但我每次睡觉呢，我就是睡右手边，因为它的冷气有吹的时候啦，就只有右手边是有风的边，然后我左手边这一边呢，我就会放我的 iPad 那些对辐射很强的东西在床上。就因为我平时很喜欢一睡醒的时候，你知道感觉就是，摸到了，这个应该是大家习惯性都会做的动作，就是因为一睡醒的时候，你们就会先，那种感觉就是先摸，这个是在我现实生活中真的会发生的事情。然后我的床这边旁边呢会有一个沙发，然后这个椅子呢通常是给我拿来有我的衣服啊，或者是想吃东西的时候没有桌子，东西就放在这里，然后坐在地上吃。这里是我的衣橱。其实对很多女生来说，我的衣服不算多，是因为我经常回我爸生的家，所以我只带了一些我会穿的衣服来这里。其实我的衣服呢，基本上是我都是放一套一套一起的，我要穿什么衣服的时候，我就直接这样子拿，它是直接是一套一套，因为我是一个懒惰的人。我觉得我可以拍一系列的影片，就是说我的 daily 打扮，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懒惰的女孩子，我是可以穿着睡衣去 shopping mall 逛街的。我给我经纪人骂了一
百多次、一万多次，但是我还是不醒来。有时候还是真的是会传讯息出结，所以现在可能有机会，我一定是要拍那种，只要我踏出我这个门，我一定是要打扮的啊。所以那里就是我内衣，我这边是我放我内衣跟睡衣的一些地方，还有毛巾。然后这抽屉呢，是我放我 sport bra 在这边，然后那边下面是我的日常用品，到我的镜子啦。这个就是我的家里的那个化妆台镜子。如果经常看我 story 的人的话，你们经常都看到我在这一片镜子拍照。然后这里啊，对，非常肮脏，因为我们女生化妆品很多那些粉啊，不是很肮脏。等一下我就骂。然后这里呢，就是我放化妆品的地方，对，很乱。然后我这个呢是还可以开的，这边我就放隐形眼镜跟一些粉啊、头发油啊等等之类的。然后这边呢都是我放那种健身棒啊。OK， 这个是给我放零钱的地方，这个就是那个放装饰品的地方，耳环啊等等之类的。但其实我很少，因为我平时都没有什么会打扮。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灯。Next 呢就到了这里，这个是烫衣服的地方，然后 reset 这给我烫到两个洞。然后现在呢我们要进到厕所啦。 OK， 厕所呢就一样咯，有一定有人挂毛巾的咯，就是上厕所的地方咯。然后这边呢有我很多朋友的牙刷，因为他们经常会跑来找我过夜。然后这里是我日常用品，然后女生用品还有 store 没有给大家看，因为我觉得我的 store 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大家看的啦。还有对，还有一个衣柜，然后这衣柜呢是我放一些购物袋啊、卫生棉啊。然后其实我答应我妈妈十点前我会到家，我把我的 alarm set 成6:00 PM， 本来我早上六点要起来的，因为我有东西做。结果一睡起来的时候，holy 妈妈，下午了嘞。然后所以现在呢我要拍给大家看，我会收拾我的衣服。我每天就是要这样子，如果我回家我这样子收啊，我的衣服随便折罢了，大家不要看到这么亮。你折衣服这样子的。 So 我的影片 house tour 就到这里啦，因为讲真的我家真的很小，一眼就可以看完了。 So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、订阅还有按赞。如果想要看我做美食节目的话，记得留言下来告诉我。我的美食节目是我自己煮的，就可能我可能待在家里，就是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要在家里自己解决，出售一下我的厨艺。虽然我的厨艺没有很好，但是希望大家不会介意。 So影片到这里咯，拜拜。厨房就在这边，然后客厅就在这边，然后房间在楼上。我已经介绍完了。刚刚跳太多很喘，我很喘，有时候是需要一些。